109年的地价税在11月开征，地方税务局提醒民众，记得在11月30号之前要缴纳。除了有各种方便缴纳方式，在超商缴款部分呢，金额提升到3万块钱以下。税务局也建议民众可以使用行动支付工具线上查缴税，可以参加抽奖。有任何疑问，也可以向地方税务局来查询。109年地价税11月1号开征，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。统计开征104000多件，税额是6亿845万元。花莲县地方税务局表示，地价税的缴款书在10月下旬都全部寄出了。民众如果没有收到或是遗失，请赶快申请补发。11月1号至11月31号，地价税开征，那请各位乡亲尽速缴纳，以免缴纳滞纳，以免加征滞纳金。那缴款书遗失或是未收到者，可以至本局分局或者是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补发。为了方便乡亲缴税，我们设有多元的缴税管道，金融机构、便利超商、ATM 或是网络信用卡缴税。那其中便利超商，我们从2万块提升到3万块以下，都可到便利超商缴费。那另外使用线上查缴税、行动支付。缴税 APP， 那可以参加我们本局10名1000块礼券的抽奖哦。再者就是使用转账纳税、信用卡等其他缴税方式，本局不再寄送资本缴纳证明。如需要资本缴纳证明者，可以电洽本分局，或者是至我们官网申请。另外，使用转账代扣缴税者，请记得在12月1号，预留储备款项，我们先直接进为代扣。地方税务局表示，有任何地价税的疑问，可以拨打免付费服务电话0800-38-6969，或者是税务专线03-8226-121，分机182-187，玉里分局是03-888-2047，分机222-253，将会有专人来为您服务。记者会换室报道。